心是所有法之善道啊！心是所有造作之主，能识一切，足以获得。咱爱用心啊，用心好好了解啊，佛乃人间教导众生，希望咱人人回归本性，了解咱的心，家己个人的心啊，爱知啦，咱的心是啥物啦？咱虽然现在是凡夫，但是佛陀教咱大家人爱有自信心，因为人人本具佛性，所以这个佛性清净啊，佛性众生心，所以呢，心就是所有法之善道。咱讲众生心，讲佛心，同款是一念心。佛心是完全清净啦，如大圆镜，这常常提出来譬如哦，众生啊，这念心是糊涂的啦，那面镜呢，已经受了真多给暗盖起来，咱的心是照不到外境真实法啦，咱照不到佛心呢，把这个境啊，心对境，它在境与法中，心作为前途，咱要来创造什么境？心里有计划啦，按照着心呢去规划。好讲，就亲像伫咧做景观的人，一片的土地，厝是起好啊啦。这片的土地呢，要甲伊做成什么土地呢？规片啦，拢要甲铺草呢，或者要甲种树，或者是要甲挖一个池，啊来甲做一个井，做一条桥。哇，这个心啊，甲这片的地呢，心如钢瓦疏啦，拢该画好势啊，画好啦，景会出来无？也未放出来，那就是爱人去做做啊，做做起来，对啦，对啦，这个景呢，是我心想啦，安尼该画好啦。景观啊，都有人召集大家人来哦，你就照我安尼做做起来。所以呢，这小桥流水啊，那规个树啊有处是啦，小树呢渐成形啦，地上有各种的花。啊，绿草
这犯人呐，甲亚伯用心计划，完全是两个境界，所以已经造就好势，这个水美妙的景观呐，这就是法去给创造出来。是咱用心想要安怎样去做景，本来无的景啊，就是用心细心，各种的植物都给分配，啊，都给做起来。所以呢，法即善道，这呢是做一个譬如啦，外心。我想，我的人生价值的方向要对倒行，才是我的人生的价值。这个起行想好势，笃定啦，咱开步行，再也无后悔啦。往前，步步前进。到达了，那想要到达的地方，这呢也是心所有法即善道，就是咱人的未来方向。咱家己画，咱家己行，行到咱爱要到位的境界，这也就是咱的心啦。所以，心是所有造作之主。要造作什么，还是心来造作？有心啦，都无难事，无困难的代志啦。尽管一当阵，讲科技发达，使用真简单，但是呢？要给他创造这个自信，要会晓写软体，在咧写系统的人呢，伊会当有做合伙互协啦，人工加安尼会做软体、硬体等等系统拢无共。啊，即马这个电脑，互人足好用的呀。真方便，但是那故障去啦，或者是呢，要阁换一个什么物件？哦，这哦，我无法度，因为迄当阵伫咧写软体，毋是我，啊是安怎？这毋是修理一个、调一个都好吗？哦，毋是哦，迄爱捌伊的语言哦。连电脑啦，都有各种的语言，无同。有当时伫咧听啦，唔捌的人呢，都、就是亲像心被蒙蔽起来。根本我都唔捌，什么语言，做什么代志，资讯呢？干那安尼都同款，就是资讯的工程啊。啊！伫这个工程软体上呢，伫咧写，用各种无同的方法，就是亲像各种的语言同款。所以讲起来，凡夫心呐，无法度呢去做作，通通平等通达的代志。但是呢，这是凡夫心呐。去解障碍，我有我要开发的，我的语言，我的语言无要互你知，因为这是我的方法。那大家人各人有一种你啊我啊，所以呢，你我都行不通。佛陀就是要来安尼，甲咱凡夫啦，解开了。这道
心门的锁，迄、那个锁，那心门的锁，把咱拍开啦，和咱的心呢，人人相通，和咱人对依法啦，会当通达无碍。咱凡夫，拢是把咱的心门啦，锁掉嘞。关掉了，佛陀来人间，就是要把咱打开心门。所以呢，心是所有造作之主。要做什么代志啦？大家人互通、互爱、协力，这才是咱的力量。但是，咱即马个人呢，迄、那个心要合好和谐啦，好，实在口号真容易，真正呢要互相相通、互相协力啦，实在是也个困难。这叫做人生，亲像多一个所在有灾难咯。哇！咱大家人拢要来去甲救，你要用偌济力量，咱才会当救伊。大家人都有意见啦，因生活解决因的生活，因的程度安尼都有够啊啦。有人都讲啊，平时伊都是苦啦，即马阁受着灾啦。咱是毋是可以较宽松一下？毋是可以，巴肚食的饱就好。短期的困难，咱是毋是可以食的饱，阁有友谊去，要阁修理厝，或者是呢要去做小生意，多给他一点点。这边的人就想，啊，就是有灾，咱才甲帮助啊。啊，伊本来就遐苦啊，啊，一时有灾，啊，咱就互伊食下饱就好啊。那，咱那着阁互伊起厝，咱那阁多爱互伊村，观念无同，这呢，就是心。无有造作的主宰，有造作的主宰呢？咱爱知影啊，人生心佛众生皆是平等，贫困呐，是以过去成长的业来加加呢。咱当着伊，是伊的福缘爱转呐，这个。福缘是救人的人，甲这个被救的人过去有因缘。伊受灾难啦，有福的人呢，赶紧去甲伊救，再帮助伊呢，再加帮助伊，就是苦难会当脱离，搁再会当友谊呢，转变人生。这个缘呐、啊，互相来感恩呐、啊，这回去感恩伊，后回伊来感恩你。最近我拢定阿讲，福爱做来顿呐、啊，过去承担咱做的福，今生伫咧受啦，有人的苦难，阁予咱机会。好，啊，搁再做来顿。过去生的，咱用阿未完，唔通等个用完。咱这世拢无做着好，咱这世爱赶紧做好在后世。前的福呢，也搁有存伫这世人，这世人搁做新的福，安尼搁累积起来，带来去后世啦。
这个是做来顿，生生世世呢不断累积累积，所以佛陀在咧修行，生生世世都是在咧累积啦，众生缘，生生世世累积起来的缘呐，所以一个即世来啦。修行啊，感悟啦，众生的缘呢，都汇合起来。所以说法啦，人听的真多啊，这就是佛陀结福缘。这个福缘呐，自然听佛的声音，欢喜。佛解道理呢，因听有啦。这就是要讲话，也要有福，讲给人听有。这就是法。所以呢，心所有，造作自主。那这造作这些法啊，有的人真正是。来这个世间苦难偏多，不只是讲贫穷苦难苦，有的身体呢会疾苦，失业啦，这嘛要讲，不是身体什么病痛会苦，就是什么代志拢袂起你啦。带来了厝内底人也真困了，互家己呢也是真懊恼，一直呢失意，甲连家己迄个懊恼啦，都毋知影虾米叫做懊恼，总是呢，敢若是一个活着的人呢，定原本面前的代志啦、事物呢，到甲失意啦。什么拢唔知，食都是碗盘来要食饭啦，盘碗的方法、压低的方法，无定着嘛袂起哩。这种的生活啦，这叫做失业。家己的行动、家己的身形，拢已经袂起哩。在人间脱世啦，这款的病呢，真正是足无尊严的苦啊！这需要人安怎来照顾呢？身体阁是真好，只是呢，干那的失业。啊，这起码讲有药啊无？现在阁无药啊。佛陀的时代有这种的病无？有这种的病，佛陀才会安尼讲，定失意者，足以福德。一个人已经呢，亲像灵魂脱体啊啦，会活死人，他就可以和这个人呢，安尼个恢复倒转来。这就是心力啊，这咱实在是无法度，佛陀有法度呢，从伊个脑个内底啦，到底伊倒位失灵去，佛陀会当用法去予伊安怎样这个缘呐，甲这个人会合。佛陀要甲讲话，这个人会晓听，深足听，欢喜听。佛陀甲讲什么话？迄个话有听入去，生活的方法啊，再回归倒转来，安尼呢，失意者足以
福德，佛所以叫做大愚王，伊会当适应种种众生的病，这是咱爱真对佛啊，迄、那个敬仰啊，然后给大地人真正的要真诚的向佛啊，所以慧心。为己心，过去我唔是常常安尼甲大家讲吗？咱甲佛的心提来做咱的心啦，所以佛心是所有法之先导，因为佛陀教我无丢真理，以无丢同为一体。所以佛陀呢，当年呐、啊，是所有法的前导啦。心，也就是会当创造一切的主导者，因为佛陀有法度呢，把人的心呐、啊，调理的定呢，无有错误，哪怕失意啦。佛陀都有法度，把伊的声音，把伊的智慧，和这个人有缘，愿意吸收佛所说法，恢复伊的记忆。这是佛所现的心通力。哈、啊，这都是爱用功啦，看看。咱伫五月间啦，精进，总共有50个国家，将近呢40000人伫这连线，科技发达啦，用11种的语言啦，共同一个时间来连线，迄一天。全球啦，组织人呢有这么多的等于神通，运用因的神通啦，来台湾吼、哦，来恭敬敬来修行啦，这些、啊、真无简单啦。现在科技的力量呢，是予咱真佩服哦。那伫新巴威是一个真贫困的国家，师父呢讲到新巴威、莫桑比克、南非、哦、桑比亚哦，真多啦，这个、非洲系统的社会，这些组织人呢，和师父的感动呢，是感动的因。精进，因真正足精进的，因的精进呐、啊，是咱吼可能对不着啦。新巴威呢，咱总共啦有精进的菩萨吼、哦，42位，5月3号这一天啦、啊，因要全球。精进伫线上精进，因要精进呢，都爱来到咱新巴威的会所，因为因无手机啊，拢无方法呢，通好连线，啊，因都爱来到咱的会所，较远的外围的人，总共有9个住伫。离会所15公里也远，啊！离会所15公里，这的菩萨啊，因无要放弃精进，因赶快要把握。啊！因呢无车好坐啊，啊是要安怎啦？25公里的路，因都小少行路。从下晡时
行到半暝，为着是要创啥物呢？要争取，即天要伫迄个线上啦，跟慈济人在台湾在精舍同时精进，所以因半暝一点，就是凌晨一点啦，咱遮的七点。六点钟的时差，咱七点开始咯。因遐半暝一点就爱伫迄个所在，迄个连线看，伫迄个所在开始静止，看因吼真辛苦，行到会所去。十一二点嘛啦，啊，大家人利用一两点钟、两三点钟的时间，那就就地困，倒在涂骹困啦。啊，涂骹要安怎困？用咱的米袋啊，除掉，加咱的毛毯。即卖现在遐真寒，因呢？大家人安尼揪干呢，涂骹除着米袋啦，那身躯加着的呢是咱救灾的毛毯啦。大家人吼，看伫咧上的面顶啦，看到安尼一望一望啦，到底是啥的呢？原来呢是揪甲真球，就是要伫遐等待。到凌晨一点，等待线开始开啦。台湾呢，七点启动啦。全球的主持人呢，机开起来，一条一条线都通啦。全球啦，这回有50个国家。百几条线啦，咱的道场啦，就是同时开，安尼呢，将近呢40,000人伫线顶啦，线上呢就是道场，所以即卖的科技，这哪会唔是神通呢？所以证明啦，咱经文。在章的经文，我们就是这样说，众宝树下，树主座上，诸佛亦复如是，出宫中摄，奉无量光，这证明再证明的文，就是在那现神通啊，释迦佛甲诸方来的菩萨，在宝树下开始呢，大家人坐定啦。释迦佛开始出宫中摄啦，奉无量光，这怎讲过？这就是现神通咯。这看看因。50个国家，100几个道场，近40,000人，这的人，底下伫咧精进，这的声音传达到遐去，传达到美洲、澳洲、欧洲、非洲。全球啦，这么真侪州，这么真侪的国家，声音无断，这不是宫中摄，啊不是什么呢？在那一天啦，各位师父，在这个所在，在线上带精进，从罗香站开始带精进啦。罗香站的音响呢，也伫迄个所在，
响起啊，声音拢同款，因伫遐，伫迄个所在静寂，甲咱当场啦，在花莲分会里，伫咧静寂，声音形态拢同款，所以因伫遐现身念通啦，心眼通啦，咱伫遮呢是天。宫中失相，真的，就是现在的新历品啦、啊。咱这几工拢伫咧讲伫遮，拄啊好，这个时呢，是咱伫咧做代志，人间菩萨伫咧活动，人间菩萨伫咧精进，所以真侪代志拢是爱咱合起来。合心，不只是心合起来啦，人人啊，身心会合，拢一条一条线牵画来呢，该会合起来。一日到暗，拢伫线上相见，这声音拢共款呐，所以讲起来，心通灵都是伫遮。来接下来这段文啦，就搁讲吼，释迦牟尼佛啦，及波斯下诸佛现身力时，万百千岁，然后幻灭色相，一时惊起寂静淡寂，这段文啦。看起来蛮是真浅呐，大概看有，但是呢，还是各有话好讲。诸佛心力，释迦佛甲诸方来的诸佛，因各国呢都有心力，每一尊佛，但是因的心力啦。会议合资，祝福真多。会当各显神力呢，会当合二为一。就亲像咱现在，全球的组织人为着这一波啦，这冠状肺炎一波。主祭人菩萨啦，除了呢严律自己啦，还要呢去照顾呢所需求的人，关关难，关关过，同款拢是用迄份呢不忍之心，大爱共伴，大爱共伴啦。用大爱烧做伴啦，同款呢，去为苦难人去付出，唔只是要供应予因保护身体、预防疾病，还要为遐失业无工好做，或者是本来贫困的人，因。也要过去救济因，救济因方法，可是爱，拢爱同款。迄、那个保持距离啦，除了发挥爱，还要呢展现智慧。要安怎样，和迄个距离有遮尼远，安怎会当经济？安怎互接受的人呐？得到抚慰，人未当接触，安怎会当抚慰呢？会当好，在受苦难，要接受人甲咱帮助，会当讲，迄、那个感恩来自于，主者，主者呢，是安怎样来帮助因？
是施舍吗？不是啊，是充分的爱来付出。这种真诚的爱啦，爱充分表达，所以因除了物质以外，就给因放一个祝福卡。距离远远啦，你看到我，我看到你啦，面带笑容，我进一步把物资提到你的门口，你的椅子上，也这个时你就要退一步，你椅子拿出来放在门口，我进一步，你退一步入去，我把东西放在椅子上，我退一步啦，你进一步来，你把东西这样拿到，感恩啦。所以付出的人温柔的态度，有理的鞠躬，放下物质，那要来领的人同样鞠躬来接啦，接起来还是有理。这呢，这要需要有人开始带头出来，带头出来呢。菲律宾，主这人，菲律宾啊，你跟我讲几哪边啦？泰国，主这人对袂发红的时，就讲师傅，啊，我唔知要安怎翻呢？遮尼多啊！啊，即马政府的禁令落来啦，阮吼无法度呢。我就讲，你学菲律宾，学啦，唔止学得像菲律宾，还要比菲律宾搁较丰富。我听到牙齿伫咧报告，感觉这一个做带头啦，再来。知道啦，再来，我有方法啦，再来，我有妙法。那种一个个的不断的带动啦，这就是现在的主祭啦。真正是真感恩，各献心力啦。但是呢，无离开迄个精神。诸佛心量，必千劫数，再用长久的时间，真多真长的时间，这一波嘛，唔知要过偌长啊！看因吼，前面领导去行，后面呢，行得搁较稳，搁较在，安尼呢，直直行。行长路啦，要用久时间啦。佛陀修行，嘛行过真长的路啊，累生累世行，就亲像新巴威这的菩萨，15公里的路，用两只脚来行，行这长的路，要行4-5点钟，啊，较近的人，因就提早到。同款，所以吼，这逼迁夹意思就是讲，长时间呐，长时间，啊，这伫咧长时间的累积，刹那不离刹那，刹那就是讲起这念心，发心呐，在一刹那间。这个一刹那间呢，咱已经发心起来，咱
身体力行，方式愿坚定啦，无偏差，都是伫迄个一刹那间。咱咧讲住这55年啦，嘛是起一个念的，迄个一刹那间，这一刹那间。现在我咧讲话，同款几十个国家线溜出去，开机，因一刹那间，即马现在零秒差，师父伫遮咧讲话，因伫这个时阵听到同款的道理。你要做代志，不管爱经历偌久。唔通惊，啊！这要做到当时了，唔通惊。你即念发心，刹那发心，总是做会完啦。只要你开步行，路一定到啦。所以唔惊远，唔惊长，何况呢？找科技来帮助，会予咱搁较紧。总讲一句呢，各显神力，科技有科技的神力，咱人有咱人的心力，所以你的心力啦，笃定啦，不管时间过偌久啦，它还是呢会当成就啦，所以这毫无秒差，一时普遍，咱即马敢唔就是？无秒差，这个时间已经普遍啦。伫规大洲的面顶，都有这条线，都有听到师父现在的讲话，这普遍，真正是真感恩啦。佛陀的时代，五万未来的人间，这是行菩萨道。咱现在伫咧行菩萨道啦，有安尼科技来助咱的心力，这是吼，咱爱感恩，把握这个时机，咱有菩萨群呐，会当合集起来，来向这个菩萨道路来亲近近吼。然后翻了，果然回到当翻了失相啦，一时境界吼，那这咱爱会记哩，都只佛陀啦，伫咧出宫中时，即马呢开始修入来，迄、那个境界之心啊。那个境界，那什么呢？叫做境界，那就是将发音语之中开始要出声啦，开始啦，就要出声。那个短暂的时间，开始要出声，那个时间哦，那就是开始要讲话啦，为是。通畅之相，要讲话出来，那后爱先滋润一下，开始那后要发音，迄、那个刹那，迄、那个声音，或者是有人要讲话，来，诸位同修啊，同款的意思。41年啦，温笔真实，
释迦佛现在开始呢，在诸佛菩萨拢到位啦，天龙八部呢也共一个所在来了，人间啊，比丘、比丘尼拢集中啦。咱回忆几工前讲的吼，这个道场已经呢各回归转来，拢人够齐啦。有的人会讲啊，食品啦、啊，一个鬼啊，拢总有。这个道场，大家人拢集中啊，诸佛来会啊，菩萨也再来啦。啊，有鬼哪处？就亲像咱伫咧开会，是开一个灯会哦。除了过日以外啦，工一工呢，嘛都爱有。迄个宽敞一下的时间，啊，宽敞一下，啊嘛，还阁倒转来啊，拢还阁再集会啊，再阁重新调整，坐好好，位置大家坐好好，开始阁要讲话了，阁要讲话呢，这个呐喉声音还阁整理一下，出来迄个声，就要给大家人听。有啦吼，要讲什么话呢？释迦牟尼佛四十多年来啦，温笔真实，佛陀觉悟了后，将向五比丘说四体法啦，安尼呢连续啦，这讲的四十二年间啦。拢是方便法，就安尼一路行过来。《法华经》是四十二年后才讲的，所以这个所在都安尼甲大家讲，四十一年温必真实。这个真实法呢，佛陀呢，还阁藏伫心底里，这个、四十多年间呐。拢是呢，用随机祷告方便法啦。四十多年后咯，今日痛心本怀，更个不多的，真非说不可。即嘛现在非说不可啦。啊，这是什么法呢？那就是。出世一大事，现在大家人拢精济啦，过去听的法呢，心拢有底啦。现在要接受这个法啦，大家人应该呢听会通啦。所以今通通演说是故庆庆，大家人听有啊啦。你讲呢，会当通顺啦，都会当直接讲啊，唔免讲哦，拐弯抹角，唔免啦啦，就是会当直接讲。所以又有以处妙法，护诸菩萨，令以末世度利众生，将义殊殊，是故境界，一了本怀。在这护他之意吼，你讲这个话的意思啦。除了讲哦，大家人我即马开始要讲，应该大家人了解这个意思啊啦。这是一个目的，再来一个目的呢，那就是要护教这个所在呢，就是用以出妙法护诸菩萨。令伊末世，即嘛就是要交代予大家人啊啦。即过去所做所讲的，所有的责任，都是要付托啦，付托予未来、现在、现在、未来的菩萨。所以，迄个时阵，佛陀讲末世，末世就是咱即当阵，啊，咱即当阵的人。嘛，都爱阁交予阁未来的人啊，所以呢，总是有结束的事。
这现在就是在交代啦，是有一处妙法，护持菩萨，令伊末世度离众生，希望佛陀无伫咧时，未来啦将遮个法呢，爱来引导众生，度离众生啦。所以大家人爱真用心。法不断爱相相续落去，大家人听法一团五十，这一直爱团，前面也讲过去了吼。这佛陀就是准备伫咧围剿啦，所以呢，甲大家人安尼讲吼，道理众生，将义事事。将义事事啦，就是开始呢，要讲遮个代志。过去的是安尼，甲大家人讲一遍，再搁再交代，就是要结义啦。所以甲大家人交代，重新搁整理一个讲法的姿势，所以敬去吼，那一了分怀。遮个呐，拢完成啦。这个本怀呢，都会当完成吼。佛陀来人生啦，一代的目的呢，都完成啦。所以在这护他之意吼，现在交代啦，就是过来，就是要护托给大家啦。即将单子吼，大家人啦都同意啦，所以单子真呢，有个人真欢喜，好决定啦，真呢，有个人会晓出声安尼出来吼，欢喜啦，快乐啦，同意啦，总是呢，这个单子吼，就是表示。在印度啦，印度是有安尼的表态，但是吼，所以随喜乐受啦，阮大家人欢喜来接受，阮大家人呢都愿意负起责任啦，可以，所以随喜得机吼来解说这些代志，所以菩萨啦，持真经大法。将来亦无上法宝，此一旦止啦，表会中普遍无不解大法喜啦。开始要讲这个话呢，大家人拢真欢喜，是释迦牟尼佛啦，及波斯哈诸佛现身历史，表大会。随上之后，修炼色相，凡夫如初吼。这个大会随上，大家人欢喜啦。佛陀要庄严本怀，大家人呢过去听的已经有通啦，起码呢就是所谓得到是真实的妙法啦。所以大家人的心啦，修炼这。修炼色相，凡夫如初吼，那这就是咱爱真清楚、真了解。其实心力啦，无不都是遮个代志。咱行会通，做会到，讲会到，修会到，这呢才是真正心力。精神力量
用咱现在的话来讲啦，真简单，就是精神力量啦，安尼叫做心力。看看有这个精神，就有迄个力量。你看看全球组织人，现在迄个精神力量啦，都合一。有时阵甲因连线起来，是互相各国啦庆祝。开始出声，用迄个微妙音出来，那咱就听会到啦，真无简单，几万公里啦，诶，弯路声音呢，敢若听到伊出声，紧急间啦，声音就入来啦，这都是心力啊，照重科技现心力，从。这代，咱都要用感恩心来接受佛所教法，这个妙法，咱要多用心。